耶、yeah, ！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那今天呢是九王大帝的接神的这个日子，所以呢现在我们要准备去接神啦。那我本身自己除了是小丑以外，我也是醒狮团的团长。那今天会带我的徒弟们一起去接神，那待会再跟大家见面。我们现在就到了这巴斗母宫，那我们待会会出到港口去接神，那大家要跟着我们一起去看到底是怎么样的去接神，所以那我们待会见。耶、yeah!小心啊，石头啊！欸，我们现在出发去港口，准备下船去接神啦。什么东西？喂，摸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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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摸平乐，来平乐，打了蹲了，来。来接，接。把高来呀！你下来啊，给，来切切切。小心啊！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到达这个接神的这个地方，也就是在港口的海上。那他们开始就是把灯，所有灯都熄灭了，然后开始在请神。那待会请好神之后，我们就开始舞狮。那在请神这个过程呢，因为是所有灯都熄灭的，那我也没有办法打开闪光灯给大家拍清楚。然后这声音是后期录上去的，因为当场是非常严肃、非常安静的。
现在已经是隔天的早上了，因为昨天回来的时候就是太迟了，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两点吧，所以我就没有继续的录下去。那这里就给大家做个 ending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，还是那一句，记得点赞、留言、分享，不要忘记订阅我，然后还有打开小铃铛。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